然后江校长的讲座非常非常感染我自己的父母也是体育学校做原来做特级教师，他们是50年代末期的大学生。当年的我的中学毕业的时候，我不报中国新大学，不报。师范大学更不高，因为我的理想就是绝对不要做教师。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现在还是要做教师。然后这件事情的话，也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好像家庭的影响，为什么不要做教师？好辛苦啊！当时有很多很无奈的东西。我在武汉大学当教师的时候，也是很多无奈的东西。那么这些无奈的东西，有很大的限制。今天上午跟江校长、跟孙校长，我们在一起交流了一下，两种不同教育的思想。我觉得像孙校长，那么大的年龄，70多岁，跟我父母是一个年龄段的，他还在对这新教育非常感兴趣，还是很建议参加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学习。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让我们挺出去。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很难受，我曾经。对体制学校的教师、教授跟他们交流都没有问题，他们也很能够理解新教育，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我难。为什么难呢？戴着镣铐跳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镣铐，有很多限制，他们有时候无法完全去按照自己理想实施这些东西。我呢，我们这个学校其实很容易批准，很容易得到证书，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家长也很愿意帮我们把自己铺开，甚至很多人建好了学校说这个学校已经建好，什么时候都是办法，只要你来就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不去呢？我不敢去。我去了之后，我总觉得我就被跳到个镣铐，很多东西我没法做了。像我们的教学模式，上午跟两个校长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很灵活的，学生喜欢什么就上什么，学生不喜欢 OK 这个课取消掉。然后我们为一个学生也可以为他开一个特殊的训练模式，像你们今天上午看到的小天会，曾经有半年时间，他是止语一关，必须只看一本书，你们会看到他的态度比较镇静自若，是吧？但是我们不说他有多好，但是他起码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可以认认真真、安安静静，这样的话不骄不躁的做完他自己的事情。那是我们要的素质，而这素质怎么培养呢？上课是上不出来的，没办法通过上课上出来，这又怎么上？只有通过对他，让他去跟自己的心结合在一起，然后这也通过我们的课程课程叫闭关课程。闭关课程，你想起来，如果让你的孩子学，我估计你不会去的。你知道你们怎么想？你想，我们到那边一个半年时间只看一本书。然后的话，什么事情都不让做，然后的话也没人跟他交流，你让他不该傻了才怪。而且的话，特别是你掏学费，我一边掏一大笔学费，然后我在那发呆去，你干不干？你真的不干。进来还干过另外的训练，我们的孩子经常会给他特殊训练，这些特殊训练都是你们这边是划不来的事情，比如他有2-3个月时间不准进教室。因为他原来在体制学校他是厌学的，非常厌学，然后他不想学习不进呗，那就在外面晃荡呗，就在外面干活呗，然后扫地呗，然后的话这样的结果，你的孩子送到学堂来，你厌不厌他在外面晃荡，每天不上学，你觉得我浪费了金钱，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青春，其实没有，这个过程他在非常反思自己心，我的心到底要什么。等有一天，他突然想到，我的心，我要的就是，我要学习。他其实要学习，我还不让他进教室了。要学习，我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然后再考验一段时间看看，再考验1个月2个月，他每天都说我要学习，我要读书，我要进教室，我要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然后等到渴望的不得了的时候，好了，你开始去学习了。这次学习效率怎么样？他一天等于零星期。如果是你天天说，把它拿进去就在那学，你以为效率就很高，错了，不会的。但这件事情呢，我对我们的孩子我经常这样折磨他，对别的孩子的话要家长批准，我们刚刚我们觉得是不是不要学一段时间，
你可以这样让他理解一点，不能理解，不能理解，那你再扩大到学费效率低一点没关系。我们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爱学习，就是他因为他发现学习才是他内心深处他最强烈的需求。但这个需求的话，就像天天吃饭，他从来不知道饥饿的滋味的话，他不知道吃饭对他很重要。你把他饿几天，他发现他真正要吃饭。学习是我们的本能的，我们每个人的本能都是要学习，都是要进步的。你们能够坐到这里面来，没有人给你们钱，没有人说你来这边学习来说你有奖金，但是你为什么要来？因为你心中你对你自己对你孩子你的一种成长的渴望，我们就要把孩子这种成长的渴望给发掘出来，让他成为一个学习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机器。而我们很多家长刚刚就像老师说了，很多家长把孩子逼成一个学习机器，然后他还逼学校的老师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家长很难当的。不是说我们对家长要有多高的素质，我们的家长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让你的孩子到外面去扫地的时候，如果你相信我们不是在整他，好办，什么都不懂都没关系。但是你要飘飘听听说，你为什么让我们孩子去扫地，为什么不让我们孩子进教室，为什么不给他布置作业，那就麻烦了，这个你不懂了。所以要懂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家长。所以我们家长挑得很严格，但是公立学校很可怜，他没有选择权，只要符合他某个条件，就当然也有一个条件，那符合这条件，你觉得收拾了之后你觉得管管的时候，他给你提各种各样的要求。我们这边家长是不能提要求的，我们觉得为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摆在那，我们会做什么我会告诉你，但是你不能，你提要求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理念，我会认为可能你们家长要天经一些。你提要求对于你在指挥我们老师做什么，到底你是校长还是我是校长，对我们老师就是要由我来给他们定要求，或者我来给他们设目标，或者家长来指，家长来指就乱套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公立学校可能就这样自来自去。但是这同时我说这点，回过头来就是我们家长要懂得你的孩子到底要什么。如果你不懂的话，就会给人家很大的麻烦。今天的话，刚才的话，主持人也特别给我提出来要求，他说我们希望今天下午讲实在一些。我也同意了，昨天就说了，今天讲实在一些，因为我也了解大部分人习惯喜欢拿一点看见的东西，拿回去就用的东西给你。我今天会讲的非常的实在，实在到你受不了。但是我这个实在背后还有东西的，是一套非常严谨的理论。比如说上午我们的孩子应该跟你分享行为主义理论和成分主义理论，它是心理学的一个流派。比如这东西跟你没关系，有的你自己就在用这些方法在做事，而且你很可能用错了。比如说巴甫洛夫的狗，它叫反射理论，这个理论对不对呢？对，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并不全是这样。我们就讲一个理论啊，昨天不是讲了一个故事吗？一位证婚，然后的话到了高二的时候，忽然被警察抓起来，说他偷了自行车，他也没偷，然后被揍了一顿，然后关了两天。那出来之后马上换了个人，从此变成最优秀的学生。当时的话，这个家长他是个老板啊，不是他单位是家长，不是我们的家长，他就跑到深圳来询问，他说一定要把这个故事，他说应该告诉我，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现实的例子证明一年真的可以学完九年，其实他是十二年。好，通过这件事情的话，我就来说第二个问题啊，既然这件事情是成功的，告诉各位家长，你要不要复制一下？你的孩子去当混混，混到高二的时候，然后到警察局的人揍他一顿，把他关进去关几天，让出来，他变成最优秀的学生，后来毕业了之后，他变成大老板，赚很多钱。那么这样子想复制？不太想是吧？你为什么不想复制？啊？有风险。对。这就是行为主义很难解决的地方。如果用严格的行为主义的理论来解释的话，就是
我给了这个信息，他现在有这种反应，我打了他一下，他应该动一下；我推了他一下，他应该移一下。这就叫行为主义。我用的很通俗，我不想用那些云山雾里的语言啊。这就叫行为主义。我有动作，我有，它就有反作用，这个东西是有关联的，对吗？你知道什么叫人本主义吗？人本主义就是说我有这个动作，但是我不知道它怎样反应，它可能往后，可能往前，可能往后，各种各样的反应都有可能出现。到底哪种可能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物理学到最高阶段叫做不确定性理论，对吗？数学到了最高阶段的研究也是叫什么测不准理论，是不是？其实人心是最测不准的，对吗？那么人文主义经过很多很多的研究就发现好像不一定哦。因此的话，正因为如此，你们看看哈佛哈佛女孩刘雨婷，你看了之后你一模一样的扶着那个哈佛刘雨婷的妈妈的做法，你出来的可能不是个哈佛，可能是哈哈。为什么？因为这两种不对等的，所以过后的总结是没有效果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今天啊，昨天你们看这个小孩子很出色，我今天给你吹牛，这个孩子我怎么培养的，他出来了，这是没有效果的。他可能有关联，可能没关联。那行为主义认为他有必然性，因为行为主义他很喜欢确然性，而人文主义就是说不确定。我们有时候不确定，我告诉你是更高级的道理。比如说这样子，我你们的孩子一定能培养出来吗？我们说哦，这个不确定。其实我是很实在的告诉你，但是你说哎呀，他一点自信没有。越高级的人，他越不敢乱说话，因为我们生人语迟。那么这里面就，但是呢，换一说来，反过来，我们又必须要去设立一套理论。比如说我在十几年前我就写了本小册子，叫《十岁达到大英语水平》。出来很多人说你是骗子。我也没有过，我再不是写出来之后，我自己当时我还是老板，自己印刷了10000本，送给人的，我送，我什么都不要求，因为我觉得这是帮助中国的将来解决的很大的问题啊！我说这个英语害死人的，我这个英语害得半残废，我认为我来解救他，结果他说我是骗子，气得我说好吧，那我来教给你看，我还收费，那我学校就算办起来了。所以这都逼出来是吧？这给你压力啊！啊，但是呢，我那套跟哈佛女孩刘雨婷女同不一样，我是先有理论，然后根据这套理论，我是把它出来的。而且我这套理论的话，不是不是那个行为主义理论，其实偏向人本主义理论。我用的是测不准原理，用的是测不准，但是有方向、有概率、有大致上的趋势。那么今天讲的这个教育，我就会把人本主义理论跟我们的语言教育、跟我们数学教育结合在一起，让你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了，现在我们要先测试一下。各位，设想一下，我现在发明了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煮饭的方式，我把它取了个名字，叫做"青衣派科学烧饭法"。你们，我准备分享给大家，大家要跟我学，然后看看我。如果你觉得很科学的话，收一点钱啊。来，先告诉你怎么回事。我认为煮饭呢应该这样煮，煮饭的话应该一颗一颗的下到锅里面去，然后煮出一颗拿来检查一下，放到一边，再煮出下一颗，然后这样的话叫做精雕细琢，认认真真的煮，最后煮饭来这一锅米就煮熟了。这叫科学煮饭法，学不学？不学是吧？这套理论的话，最后我发现，这个煮饭东西我还可以更先进一点。我可以怎么做呢？我可以把这个米饭拿进去，先煮3分钟，然后拿来看没熟，没熟放在一起，再煮下一个米，再煮下一个米。等我这几万颗米煮完了之后，再下一轮再煮一轮。然后一颗米的话，我煮可能今天煮10分钟，明天煮10分钟，后天再煮10分钟，然后可能煮了一星期，这个米就熟了。哎，这本是什么呀？这叫科学煮饭法。你们学不学？不学？学？好，交钱。问题是你还交钱？好，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学习的，就是在这样煮饭的，想起来没有？今天认一个字，明天认一个字，后天再认一个字，让他们认得了这个字，我考你，你已经知道了。比如说这边是一啊，你会了一没有？画一张一，我认识了。好，今天我学二，然后我再学三，我们是不是这样教的？我们就是这样教的。所以的话，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学校教的方法的话，叫做科学学习法。但是科学法就是我说的科学煮饭法是一样的。然后的话，这个东西很对。我认为我们人很笨，一颗颗煮进去，一颗颗捞出来，而且还不断的检验它到底熟没熟。我还要拿一个很先进的机器来检验、测评它的叫做熟度效果，熟到了多少？七成熟、八成熟，最后全熟，啊，全熟的拿出来。这样煮下，它到最后肯定是收的，又煮了一个星期才把这饭煮熟，对吗？测试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检查孩子，是不是？语言学习不能这样学习的。那么这个任务的话，就是我们叫做课程表和教学大纲式学习。这套课程表和教学大纲式学习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德国的现代教育模式。这个现代教育模式就是所谓的科学教育模式。这个模式它服务于什么呢？它服务于工业化社会下的流水线化的这个生产。它流水线工业化生产了很多产品，它认为人也可以这样生产。这就是人本主义的东西。我给你东西，你应该咔咔咔咔咔出来。我把这个设计好一些，把那个机器生产线设计好一些，咚咚咚咚咚，东西就出来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模式之下，我认为你们可以这样学。我们课程变成很多课程都这样的设计，其结果是大谬，大谬不准。你们知道语言该怎么学习吗？首先的话，现在比如说现在在座各位，我随便带一个人，我把你带起来，然后把你派到美国去教美国人学汉语，听着汉语热，你有没有信心？有吗？吹死了，你没信心的，别给我吹。你别以为你会说汉语你就会教汉语，对吗？其实你不知道该怎么教他的。你别忘了，你面对是一个完全不懂汉语的人，你怎么教他？你不知道怎么教的。因此的话，我们外国人到我们学堂来，他们是孩子的玩伴，他不是孩子的老师。我们不允许他教英语课，因为他教英语课就变成了英语煮米课，一颗一颗的煮单词，对不对？一开始还不给你煮单词，煮单词部件。什么叫单词部件？ A B C D 啊，这是 A， 这是 B， 这是 C。 我们小时候中学时候学字母表，你知道学了多少年还没学会？学了两三年，因为那个东西拐来拐去统计不住，就是因为那是外语，就小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那是谁都不重视外语，爱学不学的，那时候是学话、数理化、打飞机、天下的话、地理化。我是中国人，我不学外文，不学 ABC 照样干革命。这些话你们不熟悉，我们校长很熟悉。我们是那个时代，经过那个时代，都熟悉这些词汇。这个时代是谁学这些鬼东西啊？好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你这样说，我们孩子就是从 ABC 开始学的，然后的话，我们孩子就是一个词一个词的学的，包括西方的课本也是这样安排的。这东西用我来说叫科学说明法。所以的话，大家各位，其实你不知道怎样教外国人学英语，啊，学中文，外国人也不知道教中文怎么学英语。因此的话，你别以为请了外教就好，很多外教教不出来的。啊，但是首先我说了这样一个否定的工作，现在我在做一个肯定的工作。我说，其实在座各位，你们都是语言大师级的人物，你们知道吗？你也觉得奇怪了，怎么可能？比如说你们现在看的俞敏洪也好，李阳也好，他们有没有本事在一两年之内就把你的孩子教得一口的外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找到没有？没有。找到进去了可以。我们的孩子学一两年，这呱呱呱就是外语的。
但是你们现在在上两个培训班，上两个学校，偏两个年，能不能？我们孩子一两年跟美国人说话挺溜的，他们可以交流。我的孩子学了一年多之后，他做了个梦，然后告诉他，我的美国老师，他做了个梦，呱呱呱呱水打通，挺奇怪的。我们能教这个水平，我们很牛，我们认为很牛的，至少我们看国内很多人做不到这个水平。你们都觉得精选很真了不起啊？其实你忘了没？其实你就可以，怎么可以啊？你看，教一门语言，能够一两年之内教到他就可以呱呱呱的跟你沟通，几乎没有太大的障碍。你们曾经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你们忘了而已。你的孩子就是这样教出来的，对吗？是不是？突然想起来了，所以大家为自己鼓个掌，你就是语言大师。好了，那么我来想想，在座各位语言大师，你教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教的啊？孩子，听好了，我是妈妈，记住，妈妈妈妈妈妈，你教不会，我就不叫你爸爸。你们是不是这样教的？你们怎么教的？你们怎么当的语言大师？告诉我，啊，怎么当的？我猜你有一套蒙台梭利教学法，有了卡尔维特教学法，有一套行动支持中心，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你没有，你只有一个东西，叫做爱心，对吗？你对孩子很爱他，你看到他忍不住的要跟他说话，看着他的眼睛，孩子。认真地看着你，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你，你觉得很幸福。告诉他，哎，今天爸爸去工作了，今天妈妈做了什么东西啊？妈妈很爱你，然后的话，这你要饼干吗？你要牛奶吗？你要这个吗？你要那个吗？到妈妈带你去玩了，到公园去，你看这是什么？那是干什么？什么东西你在跟他说，是吧？但是你从来不管他听不听得懂，你也不去检验他，你要不要去考他试啊？就像我说，要不要把米老鼠的剪一剪？哎，熟了没有？第二年不熟不行，重新开始，重新再组织颗米，对不对？你们妈妈你就不管这些东西，所以的话，你们教孩子教会的方法就叫稀里糊涂法，稀里糊涂当大师。你怎么拿的你不知道，你重复一遍你就不知道了。比如说拿个外国人给你，你就没办法对他这样做了，因为你对外国人没爱心。对，对不对？你看到哪个外国人，你会再来跟他说：“哎呀，这个那个的，呱呱呱，跟他说。”你看着他，跑过头去办许多，那叫回来，一个个煮米煮给你看。现在知道语言学习怎么学的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现在好了，你知道语言学习就这么学的，你要爱心给他环境，他怎么学会？真不知道。同时的话，我们还绝对没有一个日程表。你有没有 MPEX 表？我的孩子今年出生，明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他要开始跟我说话。你有没有这个计划？你设没设定这个宝宝语言发展教育大纲？你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你是最正确的。你有你就麻烦了，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你是怪的。好了，那这样说起来，你自己想想，我们教育部给你定这样的大纲，你认为正确是不正确？这叫常识，你推出来，你推就推，不太对劲。而且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但的确教不出来，对是不对？对。今天教的东西实在吗？实在到残酷，实在到你惭愧，那么简单的常识我居然不知道，就那么简单。所以你说我们进学校有什么生意的？然后你们就很盼望我们在杭州开一个，在这开一个，我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告诉我再开一间吧，然后什么事情我都帮你办完，什么事情都搞定，什么都不要操心，一直管你教就完了，开了80岁开了就完了。我说那么简单你们干不自己做？哎呀，太难了，你们进学校太高了，这东西高吗？太简单了吧，这东西不简单才怪。我就觉得
我觉得奇怪的事情是，那么简单事情，为什么那么中国人聪明人不知道？我不是英语专业的人，我拿到这套，我们的孩子可以一两年就可以学的外语很溜的。你们看视频可以看得出来，那不是假的，你随便去考还是一样的。但是那么多英语专家就没研究出来。我说不该我去做这件事，居然我去做了。我的外语水平很一般，居然我是第一批通过六级考试的人，但是跟我们的孩子相比，自愧不如。我孩子英语比我好，我现在学生，但是我有方法。我的东西不在于我的英语水平多高，而在于我懂得背后的机制。我的机制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偷来的。从哪偷的？从你们这些当妈妈的人身上偷来的。我看你们妈妈是这样教孩子的，那我们孩子就这样教呗。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停的很能有爱心的、很有耐心的等着他。我根本不逼他，我就没绝对会去考他说今天说妈妈，说完了之后我就叫你爸爸，把爸爸说完了再叫你爷爷，再叫你奶奶。如果不多的，我一个都不给你。朋友，我们还发现一个东西叫组语法，我们不会一颗颗的去组，有时候我组出来一个锅的端出来，你们孩子开始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今天他说妈妈，明天他说爸爸，后天说爷爷奶奶，有没有发现你孩子这样做的？才没有呢，差不多。因为孩子有一天突然开始说话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字，不是从一个字变两个字，他突然跟你说了一串话出来，对吗？那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啊，这叫不知不觉学会啊。因此语言这种东西只有用人本主义理论才能解释，就是说我们假设他是一个正常的儿童，那么按照正常情况下，根据概率，他应该在一两年之内他应该学会语言。至于他怎么学会的，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太神秘了，真的太高科技了。用那个科学语言说，这叫黑箱理论。它的箱子里面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怎样运行的不知道，它怎样学会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以为我们自己知道。行为主义理论认为知道，它就应该是 A 加 B 咚咚咚咚咚这样过来的。我们的课程设计就按照行为主义的理论来设计的，所以它是错的。而人本主义理论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概念上，我只要对着孩子天天说话，他不是个聋子，他不是个哑巴，到了一年两年他自动会说。怎么说呢？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我只管不断地给他就够了。那么这套理论在我身上怎么实践的呢？很简单，我的孩子五岁，我拿了一张拿老子《道德经》给他读，老师带着他读，他不认字，我说不认字没关系，跟着我玩，完了老师告诉他“道可道也，非同道也”，就这样念，他就跟着“道可道，非同道”，念得稀里糊涂的。他什么时候学的我不知道。后来一年多以后，他就拿着刚刚当时到那些理念一下给大家看看，他拿起来啊啊啊啊啊一念，两只把睡着，我不认字的。问他你为什么不认字？我爸爸妈妈从来不教我认字，我们是这样教的吧。然后的话，当然他说不认字，有时候你单独离开来他的确不认，是不是？他看了这东西道可道吗？我当然知道了，到了旁边明明是道，他不认识，你不认识我也不管你，我天天是你不认识我抽你耳光，那就太残酷。或者你就认识了我讲你一个糖，这叫赏识教育，知道吗？前面的东西叫棍棒教育，后面叫赏识教育，这两种东西都太有为了，我就叫无为教育。你学不学得会我不在乎，慢慢来，不着急。那么这个突破是在有一天到了图书馆，我经常带到图书馆去，一个是我喜欢买书，不是图书馆就是到书店，但书店也很大，图书馆好几层楼，最大的书店。其实那个书店环境很好，其实带他去熏染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学习，但是我经常熏晕。如果家长喜欢读书，在这个环境当中泡泡泡，他就泡成这个样子了嘛。平常带他的图书馆，他想看什么自己看，他就自己跑到一些儿童那个图书部啊，去翻这个图那个图。五六岁孩子不都是这样翻吗？到了七岁那一天，他在那翻翻翻翻翻，他经常这样翻，所以他以为他会读书了。那天他七岁那天在翻的时候，我一看，哎，我说儿子，你了不起，今天你取得了一个伟大的突破。他觉得很无辜的看着我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会看书了，挺了不起的，管你的屁，我早就会看了。哎，我说这次你看书不一样。
原来你看的书都有图，这次你看的书没图，是不是这个图吧？徐飞，他这次拿起来仔细的前天翻翻，我翻了一通，哎，真的一个图都没有哎，他自己不知道没有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叫不叫稀里糊涂的学会认字了？当然有些字还是不会认，没关系，再继续教他呗。所以我们孩子的话是不学拼音，不认字，更不写字，让他稀里糊涂的学，稀里糊涂看。昨天你没看到，当孩子反应还蛮快的，是吧？看到？他阅读啊，其实都还可以，基础还摆着的。那这小子就是一点毛病，不用功。不过不用功，这里面说到我的观点，在我们家跟这一般家庭不一样。20年前我就很强势，有云海大学毕业生，在大学里面当大学老师，然后后来一做生意当老板，然后手下最多是100多号员工，然后等等等等，都还算是挺牛的。孩子生在我们家里面，我会很自豪，我比你牛。但是我呢，反而是相反，我允许孩子比我差劲。我爱学习，你不爱学习我不管，我只管做好我自己，这样以身作则。我不去要求他，就很赞成，就像他说的那种，要把孩子当平凡人，不能说我很不错，你要比我更厉害。我考上武大，你要考上北大，然后的话是你考上耶鲁，然后我不要求，我说你不读书，我都没意见。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给他一个自由。但是他慢慢的在只要在你环境，他自己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他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千万记住，孩子的目标是孩子的目标，他成凤，他成龙，以及他成什么都不要太在意的，接受他的东西。好，这里我是引申一下，现在回头大家咱们再说。那么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设定这样一种人本主义理论。所以人本主义理论的好是研究要经常改变我们身上的行为主义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经常把人看作机器，我们经常把孩子看作机器。我们的教育课程大纲设置就是把孩子看成机器，所以出了那么多的毛病，出了那么多的问题。那么课程大纲、课程表是不是就是我说的科学主义法，一个科的主，然后的话还不让主出去捞出来。那么真正学习，现在打个比方，应该怎么学？集中学习，一次就把米煮好，不要一颗颗煮，更不要煮一锅拿一下，煮一锅放下来，煮一锅拿下来下成预热就很长时间。我们每节课上45分钟，上完了之后马上就休息。下节课今次这是语文，下次数学，再下次英语，再换换换换换，看起来我们勤奋得不得了。我们那个厨娘啊，在那把米捞进捞出，捞进捞出，捞了不停的。然后一个人还不够，还得几个人在那煮米，累不累死？你人也累，锅也很累啊，活也很辛苦啊。那我们整个体制就算累。我们为什么？我刚说了，减负是个胃病题，就是这个原因。那孙校长他说，我们学得很辛苦啊，怎么可能这样？我说因为做错了。如果没有这个科学准备法，我们就那么辛苦。如果没有糊里糊涂教学法，我们就人就那么玩。我再告诉你们，我们学堂的老师怎么上课的？那老师不允许他对，不允许他辛苦。所以的话，会变成我们的老师在那闲着没事干怎么办？拿个条把在东扫扫西扫扫放一放。然后我问他：“你的孩子在干嘛？”他说：“他们忙死了。”我说 ：“OK， 这就是好老师。如果你老师忙死了，学生闲死了，你是个笨老师。”什么叫老师忙死了，就是闲死了？就像我现在嘴巴也忙，身子也忙，手也忙，我忙死了。你们坐在那里没事干，你们很闲的。这种教育模式是我们学堂禁止的模式。我的青训培训都不能这样干，我的青训培训是跟他反着的，是学生忙死了，学生从头到尾，然后忙到晚上1点、2点、3点，他作业还写不完。辛辛苦苦写了一天，然后第二天上课，然后又被搞得狗血淋头，全做错了，那经常得0分。我们这边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是你写了一堆字我就给你分数的，一看你说对了，
各了一个给你一个分，各了两个给你两个分，一直到你会辛辛苦苦忙了，开夜车开到半夜两三点钟，然后写出来一个作业，你觉得交的还不错，最后一上去 PK 一下，然后告诉你给你改评，小助教给你改评得了零分，你说你想不想哭啊？他们就是让别人哭的，不是被骂哭的。然后他觉得自己那么辛苦，但是第二天不服气，人都是不服气的。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不能老得零分，然后第二天又来，结果又得个零分。所以说，这就是打击你。其实这倒空得把你原来的东西倒掉，你写的东西是错的。我还告诉你错在哪里，当你知道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倒掉。你看，这就是我们教学方法。那么在这教学方法呢，你说谁更辛苦啊？是我辛苦还是你辛苦？学生要辛苦就对了，这就是我们正确教育方法。结果他们上二十一天下来，人都变个样子，思维也开始变化，很多东西就开始变化了。不这样怎么行呢？你听完二十一天课，我把我累死了。你在这边脑子没动啊，你没去思考啊，你没去思考，你没去倒你的东西，没去清理你的东西。听完了之后啊，听的时候都觉得好过瘾啊，好精彩啊，听完之后没动静了。所以的话，一定要做作业，一定要改作业，一定要给你 PK， 这就叫训练，这就叫思维训练，这叫我们特殊的，我们学生就是这样教孩子。今天上午的话，应该小女孩给你们示范了。她不管你过去的提问题，你要不停的回答。之前还让先自己先自习，先看一遍看懂了，让老师问你。你如果答不上问题，你事先没做好功课，老师骂你的。如果你老这样干，下次不能上课了。就老师当闲着没事干吗？但是呢，这个老师要求有境界，他能提得出问题来，他能卡得住学生，他能让学生服气。对不对？我给你改零分，我还说明你为什么得零分，说明你没脾气，不是我看你不顺眼给你零分，或者我想整你给你零分，这就要讲道理。所以的话，你输了你没脾气，你知道评分的重新再逻辑。有人问我们学他全是出来好出彩，他们会不会骄傲啊？你认为他会不会骄傲？他骄傲不起来，为什么？他知道他有很多很多缺点。包括昨天他们。比赛完了，晚上出去啊，奖励他们，吃点他们想吃的东西，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告他一二三四五，哪里刚刚有问题，哪里没做好。我们就是这样，自己叫培训，自己叫教育，教育就在随时随地。不是我拿个课堂来开始啦，我给你讲课。今天啊，张青一在是三点钟给你们讲课，那个东西，它不叫教育，它叫交流，不叫教育。我这里面我不是大家的老师。我是教育者，我是把我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但这东西你能拿得多少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是学生，你就拿得多一些，而且拿得多一些你必须去训练自己，不是知识的，这些知识都很简单。比如说我就告诉你啊，回家你可能会说一句话，我们要用人本主义的方式来教孩子，不能用行为主义方式教孩子，你记住了吧？记住了，其实没用，因为你不会用它，你回家一做就错。你忍不住的要去考评孩子，看看你到底有多少东西呢？把它你捞出来，看看你熟了没有？我们为什么不能宽松一些呢？一直到这就是我们说的流水线式的课程表和教育大纲，他把学生当成了机器，当做一个组装线，他违背了基本的教育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很辛苦，老师很辛苦，校长很辛苦，但是孩子培养不好的原因。效率低下的原因，也是我们九年学的侮辱别人学一年的原因。那我该怎么办安排课程呢？现在我昨天说了，我们今天告诉你课程安排。现在你们认为该怎么安排课程？一锅煮，怎么煮？对，你当然是一锅煮了，煮饭多简单。问题是那个教育的饭给你怎么煮？什么时间一多拿十出就开始问了，刚开始就搞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你看我其实上面写了以任务为中心，我给你个任务把任务完成，就像你今天12点多之前你给我把米做好，你怎么煮我不管，因为一颗颗的煮煮不出来打你屁股，因为那不正常嘛，所以疯子才这样煮，是不是？能煮一个星期告诉我吧，哎，告诉我我多么辛苦啊，我手都到酸了。很多现在体制学的老师就在干这些，累死了，学生也累死了。以任务为中心，我给你这个任务，赶紧赶快把它完成。今天我们辩论会给你这个任务，你就忙着晕头转向了，然后这个完成了，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要不要以课程为中心？要不要以知识为中心？
要不要？好，现在你们要不要问经济学堂设置什么课程？谁敢问？你问马上就要说你了，没听懂啊？听懂了，你根本不能问我，不要问我。经济学堂你们到底课程表能不能给我一个课程表？能不能给我教纲？经常别人给我写这样的信，我看了回都不回。你根本没去好好研究我们在干什么。你研究好了之后，你就知道我们是以任务为中心的。我们一次完成一个任务，一次有一个主题，这主题把它搞完了，但是不以课程为中心。比如说我们研究日本文化，不是说我们日本文化一定有一个课程表，没有的。然后的话，我们来研究日本人的这个电影，它反映的是日本人什么特性，这本书反映的是日本人的特性，然后代表日本的像日本三叔带一些套这些东西啊，都给你看看之后，在热烈的讨论讨论这个讨论那个，有多的时间我们就要搞点，有少的时间就少搞点，但是要把它搞透，等它搞透了，一个月两个月，他非常了解日本文化了。但是他有没有学东西？肯定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到底学了哪些东西，我们能不能预测？不能预测。你看，这就是一锅煮的办法。这个煮可以说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复杂，取决于你的境界。你没到那个境界，你就乱煮一气，你就会一不小心就把它变成了课程中心制，对吗？这就是西方的课程，它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不够好？包括哈佛的课程为什么不够好的原因，它是以课程为中心，老师的话是课程表的如。哈佛2000多门课，丰富，它叫以课程为中心的。我们呢，我们是以老师、以学生为中心，然后的话以任务为中心。课程的话随便拉过来，甚至我们可以把哈佛课拉过来给你教。如果我们教这个主题的话，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需要小孩子的面很广。你可以看到十几岁小孩子，他可能跟成人相比，他比你差不了多少。然后呢，再过几年，再过5年、10年，你看这什么样子？我们都想象不到，我认为他们将来一定比我强的，这是正常的。那么这就是到底比我强多少，到底什么时候比我强，到底怎么量化？你要问我量化，我说对不起，我不懂量化，我数学不好，好不好？西方有一句话，西方学术界的话，叫做一件事情如果不能用数学来衡量，它就是不科学的。我当然知道。因此的话，你要说我不科学，我说我就不要你那种科学。我认为那不叫科学。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求真求实的精神。我认为这叫科学。如果你说科学就是数学，那个一加一等于几，一定要有数学公式，你用那叫科学，那就见鬼。巴菲特也是一样的指标。巴菲特说呢，他说现代计算学教的那些没用，为什么没用呢？特别学的时候，高等数学、这个离散数学一大堆的东西，我大学时学过这些课程，把我学的头晕。但是他说，如果投资上也需要高等数学的话，他就只能在奥马哈的街头卖报纸了。他说，幸亏不需要，只需要小学数学。如果在这个金融专业，一定会觉得这句话很荒谬。可惜这句话是巴菲特说的。没法否定他，因为他赚了大钱，他在实证上是成功的。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听巴菲特的，还是听那些商学院教授告诉你你要学一大堆离散数学，概率问题一大堆？我们都认为教授很科学，但是你赚不到钱。巴菲特很不科学的，他很实在，就像我一样，我很无知，但是我教出来还是很有知，那不就得了吗？我是教育，我负责教育，所以我们要看结果，看最终的效果，而不是看过程。我们不要把过程弄得很漂亮，但是结果很糟糕。我们现在的课程设置模式、教纲模式就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吧？好吧，说清楚了，下次就不要问课程了，不要给我要教学大纲了，不要再告诉我经济学堂里面用什么教材了。还能不能问不出来了吧？你们知道为什么没教材？那我们教材要说没有，我们多急了，几千本、几万本。好，第二个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咱们的教学方法是，我刚刚是课程设置是错误的，教学大纲的课程设置安排是错误的，接下来教学方法也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呢？我们学语文，再用分析法来学习。
其实是我们语文的话，我们用语文来分解的话，我们就发现什么叫语，什么叫文。你们能告诉我什么叫语，什么叫语文？对啊，语有两个，语就是语言，是吗？语和言你知道有什么不一样吗？一个报告语文经常表扬我说，当然哇，这几天讲课太辛苦了。我说不辛苦，大家说一整天都会说的，对吧？老太太没事，嘎啦嘎啦嘎啦，一说一整天，是吗？我说老太太说一整天，她也不辛苦，我说一整天也不辛苦。哎，但是我跟老太太哪里不一样？那都是语言嘛，有哪里不一样？老太太她只有语，她没有言。我说的是言。言跟语的差别，那语中国的这种是很准确的，不像那个西方那么规矩。太简单了，不是那么回事的。语就是语说出来的东西，老太太说的叫语，呱啦呱啦说话，只要是不是哑巴，就可以发出那个语来，语音语音。言，言就是里面有内容的，有观点的，有内容的东西叫言。所以说，从来没有人说英语活罪吧？为什么？你说几句废话，不会得罪的，对不对？只不过觉得讨厌，要闭嘴，下场。但是会因言活罪，因为这个言里面含着有思想，含着有内容，这个观点可能就有问题，对不对？我说达到某某某，这里面就传递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有人就不高兴，对吧？这里面就叫言，所以语言语言是这个东西，不简单吧？那么现在大多数的人，我们去学，你学语还是在学语言呢？很多时候我们小孩子的话就发现一个特征，你让他胡说八道的时候，他很会胡说八道，呱啦呱啦这样吵死你，他只有语，但是你让他说正话，他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他只会语不会言，我们没教语言，同意吗？当你这样分解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该教什么，现在语文语文它就是教两个东西，语就是口头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就是语言，我们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我们就不会那么细。那么教口头语言简单吗？昨天小孩的表现就是语言学习的成果展示，你们上台去试试看，恐怕就没那么紧，没那么麻烦了。今天上午的家长上台，你们也看到了，他们其实表现的还是很好的，他们也很努力，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他可能，我不知道，没在现场，可能他们的清晰度没问题，传达的思想可能就不见得那么准确，可能也不能那么能够抓住你的心，觉得我进来还想听，进来还想听，进来。如果当你这样说的话，其实就是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好，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做不到，就是你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差。同样的话，这个语言它还有两种东西，语言能力啊，语的这个能力，它表达的就是互相沟通的能力。昨天开那个小会，他们一个安排的一个小会，在一起，大家都在那儿乖乖的等着我说，为什么呢？他们有听力，他们有语力，他们没有语言能力，因为他们沟通交流是你们说啊，这是交流会，不是我演讲会，我演讲我在哪里讲的，不能讲那么多，讲死了，讲完我的意思。为什么呢？他们这种表达和交流的能力会有限。特别有些听到我的，我认为你已经听懂了，但是有时候一考两句，你又听得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这就叫我们聆听的能力和表达的能力、沟通的能力、互动的能力是有问题的。我们要训练的孩子，就是要看你的，你一说句话，说话能够听音，这才是你的理解能力比较好。说话听音什么意思？听出你背后的想法，
对不对？如果你只看背后的东西，就证明你还能够知道后面的东西。他那么这个许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比文字要复杂的多。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比如说问你，哎，今天那个上到学校，刚刚可能有个演讲，你来不来啊？他说好啊，好啊，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一个的话是积极的硬核的，是吧？一个的话是消极的，甚至逃避的，甚至反正好啊，你在干什么？叫阴阳怪气的是吧？所以语言我写出来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表达上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孩子，这就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了，千万不能学习一开始你教他文字，现在知道道理了吧？因为一句话同样的文字写出来，它天差地别，在实际生活当中。但是如果他只会学文字之后，他就变成呆子，同不同意？但是呢，你的孩子，你三岁教他认字，你是不是有点犯傻？我的研究结果就是，小孩子如果三岁、两岁就开始教他认字，五岁、六岁就教他变成那个语。就变成那个语言大师，就像我说的，在武汉我碰到的那位小四神童，五六岁他就会读大学语文，这孩子其实已经把他思维全破坏了，他已经完全无法理解人的很多细节，因为他应该关注人的细节的这个年代，你教了他很多文字，就文字是千万不能多学的。然后我的老师，你知道吧？上次我的那个老师，语文班的老师黄老师。然后的话，我告诉你，我说小孩放假期或者周末，有时候到家里面坐在膝盖前，有时候我在玩电脑，他就坐到我膝盖前看看，然后指上就是，我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我说你知道什么？那是今日学堂。他看我不会写字，哎，我还惊讶，我说你会认字啊？然后我就问老师，哎，我说没会，好像到我家里我发现他会认几个字而已。你知道我们老师怎么办？那是我教的，我老师很小心的说：“那怎么没教他认字？”我说：“我知道。”校长啊，你知道再放心了。在我这边敢教孩子认字，是你有问题的。你们呢？你教孩子认字是你有功劳是吧？在我这边是你在害孩子，所以很小心。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不干的话，我调查过的，我已经很好。再问孩子，宝宝真有本事，谁教你的呀？我没人教，我就是会的。我说那我就放心了。为什么？如果说黄老师教的，那我叫黄老师来。我说你学我的东西学了那么多少年，怎么学成这个样子了？敢去教孩子认字，奇怪吧？在我们学校当老师不容易哦。在我们学校当老师就要专门学不学无术，因为他开了个不学无术的校长。也不能教乱教，这就是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但是我们这样教育小孩子，他自动会认，那是他的事情，我管不了孩子，对不对？我们不能去教他语言能力，但是他要去观察孩子表达，观察孩子思考，而且这个小孩子还蛮厉害的，你骗他骗不了的。然后的话，他有时候他几个月前你给他说了一句话，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你说错了，然后呢，他来问你。你回答他就会把原来你说的话告诉他，原来不是这样说的，很清晰。为什么？他脑子没被搅乱。但是如果你过早的去教他认字，他脑子一定被搅乱。因此的话，我们中国古代中国的大家知道一句话，就是学东西学语言有个什么次序，听说读写，这个过程真的不能跳过。谁敢跳过去，你的孩子一定有障碍，一定有学习障碍。你已经有障碍了，你让我再给你改过来，我没这本事了。你就把程序写错了，原程序被你写错了。听说读写，你们这些你们小孩是不是这样过来的？当你的孩子会，他说宝宝，哎，你回家了，一岁多，他不吭气的。当你说完，他就说宝宝，我的作业在哪？咚咚咚咚，宝轩，在这儿，给你拿出来了，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不会说话。按照你枪口要拿出来，这就叫听，他要学会听，让他好好的听，听过一年多，然后突然有一天开始了，就开始说，
说完了之后，接下来这就叫语言阶段，过下来之后就到什么阶段了？才能到读啊，读叫阅读能力。那么你了解我这青春都一直失去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然后在座各位，你的孩子上不上作文屋、作文培训班？上还是不上？不上的叫聪明的，上的叫笨蛋，笨蛋妈妈，真的很不和谐的。如果你的孩子口若悬河，说什么说的都很好，读书读得很好很好，你让他去上作文，去学学作文可以。不过他如果有这个水平，他根本不用去学作文。有些家长就会问我们，你们精神学院怎么教作文的？我说我们不教作文。哎呦晕了，这个学堂真糟糕，不教读书，不教拼音，不教认字，也不教作文。但是奇怪，他孩子很多都会，怎么会的？我说不知道，因为我们是糊里糊涂教学法，一般人不能很难接受，就是我们觉得。然后我说糊里糊涂教学法，但是他一两张纸偏激，你不告诉我力学呀、啊？是我不告诉你吗？你不听啊？我说了那么多，你还是用你的模式来套我呗？我的博客上写的东西，我什么时候告诉你要学作文？我不学作文，还是最好的学会作文的方式。为什么呢？我告诉你要阅读，而且还告诉你要读什么东西，你要不能乱读在期间听小说乱七八糟的鬼东西，你要读点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它才能够让你的思维有序化，而且你读的材料很多，而且你都是精品，你写出来作文一定是精品，对啊，对不对？你看那是大师级的水平的东西，你写出来就是大师级水平。你经常看伏尔泰，你当不了伏尔泰，你也可以做过比一般的小学老师强很多吧，是吗？你们的孩子学作文，你在学什么鬼东西啊？你们学小学生范文，你的孩子是四年级的，你拿个五年级小学生的范文给他学，你说你在学什么东西呢？那不是糟蹋你孩子的智力吗？你直接给他学伏尔泰不好吗？你直接，但我不支持学伏尔泰，毕竟翻译过来的，我更支持你学中国的最经典的东西，好不好？你去学《道德经》好不好？你去学孟子好不好？你去学荀子好不好？你学这些东西，你甚至你学《古文观止》都好，对啊，对不对？你干嘛要去学小学生作文？干嘛要学什么从青少年什么楚天碑这个碑那个碑？那是不是跟？那不是你在糟蹋你孩子，你在毒害你孩子吗？你那些很弱智的东西在毒害，我们认为这叫弱智的东西。当然你说我在批评人，那小孩子六年级就弱智了，跟我们中国伟大的智慧、跟我们的《道德经》、跟我们的荀子、跟我们这些大师相比，他们叫不叫弱智？绝对叫。你的孩子跟这些大师学习，就算他学到大师的十分之一、20%，他都是个人才，同不同意？这就是你读什么。但是所以的话，我们在听说两个方面，语上面再想想，回过头来再想想，你们孩子的课程表上有没有这个课程？有没有安排这个方面的教学？有吗？没有。其实我们这里读写，而且读写还是用我们说的不客气点，我不是说针对体制，我跟体制有时候，我父母都是体制出来的，我是针对这种教学方法，这是西方式这种教学方法，它是行为主义教学方法，是沿袭出来的。已经过时了，不能这样来设计的。当你发现这一点的话，现在才总结出一个道理来了吧，各位？为什么你们大多数人不会说话？把你来带到台上来说，你就说的乱七八糟的。你要不服气，你试试看，自己来录像。叫我们那个青训培训，青训培训第一天来了，公司分享，介绍你自己是谁，肯定说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录像把它录下来，录下来更糟糕。我们毕业证让你自己看一看，你看自己的时候不怎么说的那么难看，又训练了2年的思维就整齐了，这就有序化了。我们青训二期也有分享，也来介绍，哎，青训二年级一分享完全不一样。我说那肯定证明培训效果还是有的哦。但是呢，大多人一开始他自己说半天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你会发现周围这种人是很多。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教你语的人，没有人教你表达，没有人教你沟通，甚至没有人教你聆听。有时候你就听不懂，
你们表面上说的，我说的一个实实在的话，表面上每个人都很认真听我的东西，如果来考你的话，你就让他被考糊掉的。我到底说了什么？可能他吸收不了。这就是我们被教育，而我们学堂现在怎么教育的？就是我们在孩子的90岁、10岁之前，我们不让孩子进行书面的能力，更不教孩子写字。写字是我最反对的一项工作。我们现在很多孩子的近视眼是写字写出来的，我们孩子的极度变形写字写出来的，这个孩子厌学是写字写出来的。为什么呢？我真的不需要写字，什么时候写10岁也不行。所以这些写什么好写的？包括像我自己，很不好意思，大家都让我签字，签在那个书上，我差不多20年没写字。当然原来大老板是老签字，去签字还没签得特别难看。为什么呢？我这20年都在用电脑，然后呢，用电脑用习惯，我很少用笔去写字。我们孩子还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很需要写？啊，你说我是中国人，一定要写，中国人文字美啊。你是为了文字的形式美，还是为了文字的感受？我们要有文字美，要不要孩子去捉住孩子巧笔，他慢慢的在那一篇篇的写，对孩子折磨很大。因为难道没发现自己小学1、2年级、2、3年级小孩子写那个东西，他为什么我写作业要写到12点？不是那个作业难，那个作业很简单，是那个作业他的手没这个能力，很手很稚嫩，特别是6岁多这场学，他手很稚嫩的。这是很忌讳的东西，我们就把他功夫用在这上面。但是我们没有教他那个时候，那时候他最擅长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孩子3岁、4岁、5岁就上呱呱呱呱的，是吧？很喜欢说，也很喜欢听，很喜欢吃热闹。应该是你要训练他的语言能力啊，鼓励他啊，带一个要一个很活泼、很开朗的老师带他啊，让他去学这些东西啊。当时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语言表达就这么起来了？而且你要让他多表达。但是我们体制内上学不能跟你像我们这样子，我们一个小班10几个人，每个孩子他都有发言的机会，谁不发言你还说不行，你必须发言。今日学的学生必须会说话，不能在这装乖。就像我们昨天你们看到那个12岁的小朋友刚进校的时候，然后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乖的要死。因为体制学习当中他是最乖的孩子嘛，最老实最听话的嘛。然后我们说，你在新学上你把体制学的东西改掉，不能这么乖，你要学会思考，学会反问，学会质疑，然后还学会跟老师打扮上，这个没关系，你可以跟你调皮话。我报告听说上午有些家长故意说把个问题调量看一看，那我没问题，你以为学生可以调量老师？然后我们就是在鼓励学生的。那个小孩子我就说不能太乖了，这个小孩子就哭了，然后问怎么样才能不乖呀、啊？别放心，我们学生学生绝对有学生精神，别以为他们是我的小信徒，我们不许他信徒。你什么事情必须思考过之后才告诉我，就算他是对的，你必须思考过。他为什么？太阳从哪里出来？东边啊？为什么是东边？你就说清楚。你说不清楚，你就叫迷信；说得清楚，你不是迷信。这是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不要你记答案，但是要关注过程。教育是关注过程的，产品关注结果，对吗？教育它整个过程，它要去完善它，答案不重要，怎样得到这个答案才很重要。如果但是我们普通的学校，我们应试教育关注的是答案，你怎么得出的答案我不管你，甚至你是偷来的抄来的我也不管你，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变态的、错误的。所以习的能力当中培养起来也很辛苦，我们在叫问课堂问答这个环境给他，同时读了书就要让他告诉别人我讲什么故事。因为现在小明会他做了梦，他当当当告诉老师去了，老师下课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准说，听我的，现在上课不准乱说。我不认为你乱说就是上课，孩子在上课，对吗？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吗？请举一下。如果做不到，你就没办法。他乱说的没关系，但他说的时候你要很安心，听得到。嗯，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有点说乱了，你就重复一遍啊，做一遍表达。有可能说他面包吃我的，你吃了面包对不对？把他放到那，哦，我知道是，应该说我是面包，不能说面包吃我，不就得了吗？这不就是你的语言能力训练出来了吗？好了，接下来更高层的语言能力就是现在，他们12岁、13岁、14岁之后，他们要训练表达、演讲、辩论。这种辩论是目前你们看到的辩论，但是我们内部训练，包括以后的更高级训练，也可以偷偷的告诉你们会怎么训练。
这么多人就不叫德哥了。他们会一对一的训练，正方一个人，反方一个人，正方要把所有的观点从头到尾贯穿下来，这样的话对方出来的观点，你先给你两分钟时间辩方，反对他，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好，接下来三分时间立论，重新再立个论，而对方赶快站起来。好，我先辩你的这个立论哪里有问题，接下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又要立个论。这个东西不是西方的专利，是中国的专利。中国的专利是什么意思，国家训练思维的方式，就是立论之前也会破论，要会立论还要会破论，破立，我们经常是不破不立，我们都知道这句话，这个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佛家，来自于佛家的辩论、破论和立论，所以叫不破不立。如果我不能够把对方的错误观点，我认为错误观点破掉，我的东西就立不起来。如果我们跟正方在一起竞争，我们就要必须把这东西破掉。告诉他你的观点不对，我的才是对的，所以我不破掉那东西，我东西立不起来。而对方的话，他采取，我那次看到他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他没有破掉这边小孩子的东西吗？所以他们也立不起来，他那边叫没破，所以他没立。我们还是在破他，而且没立起来，因此他就破了他的票，这很正常。这就叫不破不立啊！平常说这句话说多了，你不知道这句话来历吧？那么这就是训练方式，而且训练要一个人就能把它完成。那么一个人完成，他能够完成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相当厉害了，这人就可以做总经理了。而且他说话一定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服气。当然这东西是长期的过程，一步步的做，他们还有长期的工作要做，将来有一天我们孩子们出来，我可能说带着家长每天跟他们，你来一对，你来十个都可以，他一对一对多，他从头到尾跟你这样来，国家到了最后教练就一对多，一群人坐连站着，每个人都可以来质疑他一个人站着，心平气和的把你放掉，把华盛顿立在这，而且他还不用突然跟你袭击，他事先把这东西贴在墙边上，看好了，你能跳我个啥？跳起来算你的本事。有点像我说的，我这本新英文集摆在那，你们来挑，跳了之后来变，我不用出来，不让我的孩子们出来。你变赢呢，他们来捍卫这个立场。他们如果捍卫不赢，输了，一万块钱奖金。这就叫有自信。其实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佛教文化的传统。这东西练的就是语的能力，语的能力非常非常重要。我认为比文的能力还重要。你们认为呢？我估计教育界第一次跟你说这样的话，教育界目前的教育界没有人重视这个能力的，因为你们自己想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写文章没关系的，很多老板都不会写文章，但是他发表演讲就是能够感动人，他就是让员工服气，他跟人沟通就是让人很舒服，对不对？他的视野很开阔。我们大学里面会写文章的人多的，有些人只会写文章不会说话，他没办法把自己的品牌推发出去，最语的人真的比文的人重要，所以中国语文语在前面，文在后面。可惜现在的语文教师没有几个人，或者是几乎没有人去教语，我们教育缺语无文，这是我的评价，当然这评价太偏激了，你们认为呢？如果你们支持我，你们跟我一样偏激啊、哦！我的结论就这样得出来的。但是呢，你把我这结论单独拿出来，你告诉他，张校长说中国的教育界缺语无文，没有语文。我估计他跟今天说你偏激，所以说出来就说是你说的，别说我说的。因为你没办法向我论证那么清楚，我是论证清楚的，是告诉你缺语无文，对吗？你没认真，你直接告诉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怎么回事？那明明有语文课本，明明有大学语文、中学语文、小学语文，你怎么说我没有语文？我是从语文的本质来说，我们没有。接下来的话，文的话，我们还发现一个很悲哀的事实：阅读和写作就是文。那我们在教阅读吗？我们没有在教阅读，我们在教考试。拿一段文章给你读，然后把中心思想、段落大意
然后高中给你考，而且一下子标准答案吧，天天哪里标准答案呀、啊？一千个读者里面就有一千个他们的，对吗？一千个读者里面就有一千个加法，一千个零加一，你正好只有一个，你是怎么教的？朋友的爸爸，如果朋友的爸爸情况也很严重，怎么严重？你的孩子怎么上课呀、啊？你说呢？你孩子怎么上课？因为你还敢不敢让你的孩子去做卷子、做语文卷子？你真的不敢的。所以为什么我研究之后，我就不敢把我的孩子送去学校上学了？因为我一研究发现全是反着来的。我就发现国统很厉害啊，2000多年去预测这种局面了，他说这叫世人颠倒，反着来的，什么东西都不对劲。那么我们就不敢，所以我爱我的孩子，因为我爱他，所以我不敢去毒害他，因为我爱他，不敢让他去这样乱上，因为我希望他说把他表达清楚，希望他把文字写得清楚，所以我不能去做那些题目，我不能给他一个固定的答案，包括他自己，我们小孩子他说的东西就算很离谱，我们也会告诉他，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是你可以保持你的理解，让他说你去思考，我们不要你跟我一样。所以你们会发现我们孩子他跟一般人的确不一样，他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有批判性精神，他真的会持质疑，但他质疑当中并不妨碍他对他的校长很热爱，对他的老师很热爱，你要去说他的老师不好，他会很优雅的告诉你不是那么回事的，他热爱他的学校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能够反制他的心，但是并不意味着学校说的东西他信非常的低，我们反对信徒，你只会相信像我说的，你怎样才能不乖？你哪有这样学校教小孩子的，对不对？不乖，但是你看他像不乖的样子吗？你只看着他很调皮、很可爱，然后会逗你玩一下。那个小女孩看到没有？一年多，这小孩子可塑性真的很强的，他可以变化的。但是你要给他变化的条件。如果我们按照原生的模式给他，叫他乖乖乖乖乖，他现在肯定乖得不得了，乖得他自己就不会思考了。里面很多孩子很可怜的。要不是乖的不会思考，要不是调皮的完全无法控制。而我们的孩子的话，就是他又很孝顺，跟爸妈关系也很好，老师也很喜欢他。同时，你跟他打交道，他觉得很可爱，他也不跟你对着来。这东西就叫灵活，灵活跟死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阅读这种东西，学这种东西，我们的教法他的话，我们要怎么教阅读呢？不能去教他这种死的东西，不能去教他一对一的东西，而让他你来理解，而且你来理解，你不解对不对？不敢，我让另外一个学生来跟你讨论，甚至反驳你，你就不得不重新完善他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老师就算知道答案，也让他吵成一团，别吵成一团，说搞了半天啊，原来他是不是理解的深入了？然后到了最后，老师再总结一下，他发现哎，老师比我高一大截，他对老师也很佩服。老师一定要总结出来，这种学生服气。如果我们的学生对老师不服气，学生会把老师炒掉的。这是我们学生，你看学生虽然很厉害，但是很多学生也大学生也怕去教这些孩子，包括像你们，我告诉你们教他们孩子，你会觉得这孩子不好对付，特别知道我们这个制度是吧？可以炒掉你。因为我们就是我爱我无私，我偏爱真理，只要我说的是对的，我就想炒掉你。那么在这情况之下，老师压力也很大，他天天要进步的，这是我们学生这些行政里面很厉害。这叫师生什么呢？教学相长，就是这样长的嘛。其实我们做的很多传统学校的要求都是跟我们是一致的，但是我认为什么地方我们做到了。传统学校说要教语文，我们做到了。我们孩子语很好，文也很好，这什么孩子写的文，你看着都不像真的。在那个深圳的话，一个家长更搞笑，他的家长8年前就送到学堂来了，这家长还是蛮厉害的啊。但是他今天才告诉我，他说每年都想把孩子接回家去，因为他一直搞不清楚学生到底在教什么东西。但是他觉得孩子在这待得很开心，算了，就这样混混混混吧。然后他看到学的小孩子发的博文很漂亮，他看看写的真好，但是想，那怎么可能是我儿子写的呢？一定是老师帮写的。老师为了他们发表出来了，让老师帮他们修改，修改好了再发到上面，就为了争面子的，这不是的。
老师哪有时间帮你呢？十几个孩子，每个人帮你写作文、写博客，然后一下子写几千字，十二岁不到，十一岁多，两三千字，看不写出来多长时间？对啊，魏老师，你们现在几个人干得成？而且关键是，他写出来很完善，体系就很好，但是他一直认为不可能的，一定是老师帮忙的，他自己说的。后来这一次放了假，上个暑假，然后老师布置了说要他讲一本书，然后他要写两篇文章。但是那个孩子天天玩玩，说你写，赶快写啊，没问题，很一块下就写完了的。他怎么不相信？后来到了最后一天了，孩子的话花两天时间，几个小时把书看完了，然后看完了开始读书笔记，然后他看起来是两个小时写了两千字出来，亲自打出来的，对看，老师没在旁边，没在垫子上，没垫子一圈辅导他，相信了，然后相信了之后，他是感到震惊，他说我孩子这么优秀，我不知道，就他觉得很惭愧。这是一个很比较老的家长，就是这件事情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很多家长真的不相信，就像我孩子写的，那是不是孩子写的？那去年孩子年年，这是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能力？那我们在辩论之后，辩论是不是是背的？好了，那最后提问听了怎么办？你自己提的。那最后上课，你看怎么办？那这报告就出来了。这都是你的，要相信一条，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孩子做得到，但是你要给他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的培养模式，就是你给他大量的阅读，然后呢再让他写，再给他一个写的方式，但写的方式不是作文的方式，我们是让他理思路，不准有一句话废话，必须很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然后一点点的看，他们写出来之后不是叫增加，你们不传统的写作方式怎么来500字，全是写一些，然后算算还差多少字，然后的话再打多少个标点符号，再重复几句话，然后的话从前上课又老不上，重复几遍，然后字数掉了下来了。我这个是个很坏的习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方式在培养孩子说废话，发现了没有？所以有些人上面说半天都说不清楚，呱呱呱呱，为什么？他从小就这样习惯了，乱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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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把数量说够，把时间说到就够了。而我们是。只要你说不清楚不行，你可以只说一句话，但是必须很清楚的表达，因此我们孩子回答有时候看着会有点傻气，那几句话说了他就不听气了，完了。但是一个人的话就跟你说可恶的钱，我好像我说了还是会说，这叫水平，我们认为这不叫水平，而应该是该说就说，不该说多一个字都不说。我们孩子要培养这种能力，这才叫文字能力，当然语言能力也必须这个样子，写东西就是到那看，写出来之后不行都废话，砍掉往里废话，重新看，不停的削减，不停的削减。当然你可以增加是为了把它调节得更好。所以的话，经常改来改去，不停的修改的这个，他们的语言表达就越来越准确。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训练，无法准确的。这里面也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秘密：当你想把作文写好，不是去写100篇作文，不是，比如我给你半年时间，你给我写100篇作文，你的作文就写好了，不是的。如果你有本事把一篇文章改100遍，比你去写100篇作文效果更好，这是一个秘诀，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诀。我们学生就这样用，所以在我们学生看起来，我们学生效率甚至很低下，比你想象的低下，但是最终的结果是非常的高效。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学生看起来学得很慢，导致到最后我们学生追不上他，因为他一直在训练能力。而不是训练那个结果，他不要结果。比如说，你告诉他，问孩子，孩子告诉你，我一个月就只写了一篇文章。哇，你觉得你们学生好差劲啊！一个月写一篇文章。那我们的郑俊慧，今年上半年他只读了一本书，他只读了一本《城市录》，效率低下了。但他读的深度肯定不是你读的深度。当你认为我们低效的时候，你来跟他比的发现你的高就没用。你以为你都写了100篇文章有用吗？别人提示卷，每天写一篇文章，每天都要做作业，他们是在简单的重复，我们是在一个地方深深的挖井。你们已经看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我挖一百口井，每口井下面都是水，但是都没挖到水，是吧？我们是一直挖到你出水为止。因此我挖一口井算一口井，你挖一百口井都是浅浅的，但是你可能比我更辛苦，是不是？最后孩子为什么轻松学习？这能不轻松吗？
讲完语文该讲数学了是吧？数学它跟语文又非常不一样，语文有一个敏感期，比如说语文，我们人现在我们大多数的国人都缺乏一种数字，叫做察言观色。小孩子有啊，小孩子天生就会，是不是？你跟他说话，他看你，他认真看。现在大人反而是有口无心，听的人无心，说的人也无心，就有时候跟人在一起聚会，特别的无趣。但是小孩子不一样，很认真。那么这个人他过了这段时间，敏感性你没去培养他，没去强化他，他就会丢掉。如果你是让他学文字、背唐诗、宋词，他就会丢掉。这个时候你跟他交流、跟他互动、跟他讲故事，然后带着他一起做游戏、做很多活动，这个能力就会强化。这个孩子将来有发展力，他观察能力就比别人强。那么语言，我说的就是他要先学语，让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过来，你不能跳，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出语言。我曾经看到一个神童，据说还是很高的学费，然后说是幼儿时期就要他微积分，然后这很见鬼的，他教的不叫什么学习，然后的话，但是呢，有些家长就信这个破玩意，然后的话，幼儿时间就让他然后三岁五岁，然后拿起什么乱七八糟的训练，他天才，然后将来变成天才，培养不出来的，你只能培养傻瓜。我们能不能接受孩子是正常儿？当你认为他正常的，可能他反而天才了。好了，那我们语言这样培养之后，数学就是一种相反的东西，数学是晚一点学才好。这也跟现在学校的教育啊还是有问题的。我们小学一年级要学一年级数学，甚至还幼儿园数学，一年级要学一年级的，二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三年级，这样的学校学的结果是低效率的，这也是数米。你看他的数，你们自己设想一下，当你到了一个你从来不学习数学，但只要你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学习小学六年的数学，你要不要花六年时间？怎么可能？多长时间？两个月，两个月你全部学完了，回来还很好。我们干嘛要去折磨孩子六年呢？可怜的孩子，被你这帮可恨的爹妈，你们这帮爹妈是不是跟你孩子有仇啊？你认为有仇吗？为什么要这样学？你们去看看那个著名数学家，叫杨什么的，我需要把名字卡住了。他就是十几岁才学数学的，不妨碍他成为数学家。数学的东西跟语言不一样，语言是非要越早学习越好，这是他天性决定的。因为语言它是沟通能力、沟通交流能力，而数学是思维能力，必须要等我们大脑的思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应该去学习，才能够理解。你们自己有这个体验，你们都忘了。女神对话说的，感受是灵魂的语言。你们自己有的经历，你难道忘了吗？自己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的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可能今年我说这个数学题难死了，老做错，老给老师打回来，然后打很多叉。然后到了第二年之后，回头可以看，怎么那么简单？对不对？你们有这个发现，你就知道。那么这一年间是不是老师给你上了补习班？有时候还不是过一年，有时候过一个假期，上个学期我不会的事情，下个星期打开作业本，打开课本一看，那么简单，我怎么还会做错掉？对还是不对？一个假期你都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孩子的思维能力还根本没有发展的情况之下，在他一岁、两岁、三岁，或者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去教他数学呢？然后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就教他微积分，教他高中。美国现在发现聪明了吧？美国的数学简单极了，我们小学学到三年级，他们三年级之后，美国小学要到五年级才学，六年级才学。然后的话，我们学到初中的那个数学课程，美国人呢到高中毕业他都没学。高中毕业 ，SAT 考试考数学，你们去看看它的难度，相当于我们把初二的数学的难度。这样呢，美国人就把大量的无效劳动时间，把它折算成有效劳动时间。美国花很多时间在学什么？不知道他在学什么？他就在学语言，他就在学文呐、啊。
他考试就考这两个能力啊，他考的是阅读，考的是写作。阅读看你的理解能力，这部理解能力很差的，很多书有深度的书我们根本读不懂。中国人的阅读里全世界倒数的，每年一点几本书，日本是每年54本书。你说我们这个民族教育难道没有问题吗？教育，我们把民族教育成不会读书的民族了。但是美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他们教育非常好，特别是日本的教育，我觉得非常好的，很扎实。他教的是对的，我们教错了，我们把人家教成厌学了。因为很多人有点难的书你读不下去，甚至有人读我的博客读了2年，然后自称每篇文章都读了1000遍，见了我，然后才发现他一篇都没读过。真的，你也别笑话。有可能你们有不少人没读懂的，你要不信你考考。还有些人上了青年培训课程，上完课程之后，他才发现，回去再重新读一下读完，突然发现懂了很多东西。他说：“张老师，你培训课程好多东西你已经教给我们了，我真的不知道，看那么多我都不知道。”读完了之后回来发现，你上课的东西里面全都有，本来就有，我全部给你，我不保守的，我给你，你拿不走没办法。所以我说：“好吧，那你上培训课，他不愿意给你花钱，虽然你读不懂。”都这种就上来了。那么